我是3月4号做的单位体检。你去年有没有做过？去年没做，我从未做过 CT。哦，这可能以前就有了，可能还是像有问题的。这个结节啊，还是像一个早期肺癌，所以我建议手术把它切了啊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在这里住院，你这里可以。我给你登记上啊。教授，您看我这些片要看不？看了，我再看看这些没意义了，这些跟它是同一套的，哦，跟这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你还需要做全身检查。啊，哦，做全身检查，全身检查指的是哪些？抽血，肚子呀，骨头呀，看看有没有扩散啊。哦，这样才能保证效果好。啊，教授，我想问的包括他说的这些细微小，这些小，那些都危险不危险啊？左肺，对，这都是良性的沉静。最主要的是怕这个是早期肺癌。对，早期肺癌它凶险不？早期就做了手术，基本就能治好。他41没事。对，入院。